台南亚当好手方婉玲、陈柏任，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表现亮眼。为了力挺两人再战2020巴黎奥运，台南市政府所成立的培育优秀运动选手专户，这次的捐赠就是由台南市义载会捐出300万。作为选手训练补助金，希望会当让优秀选手会当在无后顾之忧，专注伫咧训练上，会当再度为国争光。在冬奥里面为我们台湾争光，为台南争光，两位选手，那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他们。那也希望说他们能够接下来能够在2024巴黎奥运里面能够有更绽放异彩。那目前为止，他们都已经在所训国家训练中心在备战，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，能好好的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，还有心理状况。那有赖于我们义载会各位好朋友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大家都是共襄盛举，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培育我们台南的子弟，来有一个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台湾站上国际舞台，而也让他们有没有后顾之忧，专心的练习。亚当选手陈柏任除了对着市府以及义载会大力赞助表达感谢，另外也替其他的选手发声。其实有很多地方，很多那种基层的运动选手，都是他们的条件、训练条件跟训练的那种资源，可能需要被大家去关注，因为有些人可能有。是身体条件还不错的选手，只是他们的资源上可能没有我们这些比较高端的选手的资源来得多。我觉得这些问题上，或许他们应该需要得到一些比较好的资源。教育局表示，为了更加有效运用企业移转款项，市府设立的台南市政府培育优秀运动选手专户，并订定专户管理以及运用要点。以方婉玲以及陈柏任为例。自八月起到2020巴黎奥运举办为止，每个月将会领取30,000元的培训补助金。市府未来也会持续照顾并培育寡济运动优秀人才，并积极每下企业资源，透过公私协力，营造寡友善的训练环境，让选手会当安心训练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